你怎么来了？想我了？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方便。什么话？我进赵氏文化，是你安排的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所以上午的九凤倾城，数据也是你买的。 其实我一直认为，只要我一直努力，哪怕是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师，靠我自己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呢？我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要得到这一切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 我只是想让你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其实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能靠自己进赵氏文化。我只是为了你添一把柴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这不是一把柴的问题，你这是给我搭了个云梯，直接给我送到了青天。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那比起在家默默连载，去一个体面的公司上班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体面。 所以你认为我不劳而获得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份工作，这个是体面？何况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家里默默做连载，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，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这是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也对，在你们上流世界中。 连感情都可以拿股份当筹码，一码归一码，怎么又扯到股份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你认为不至于，对吗？我们分开冷静一段时间吧。 之后的事情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分开，一分一秒都不行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们能再好好谈谈吗？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是你没有办法理解我。 没事儿就好，闹平分了。过几天就会好的。
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这儿？我还是安心的男朋友，我怎么就没有资格？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作为男朋友，你就是这么让安心伤心的？这件事是我和安心之间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从小到大，安心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那现在在为一个完全不值得的人在伤心。 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厉害！好死了！大人，请继续。不用上学吗？今天周末。找点其他事情做不好吗？本来班花约我今天去打游戏的，可是他说我气，就去补习班了。 那你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呐！小胖孩儿，让一让，大人要聊天了。我妈说我就不是胖，是健美。施瓦辛格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呀，现在跟你们家老爷子越来越像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总烦你们家老爷子给你安排到集团当总裁，不给你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吗？那你现在给安心安排的这一切，跟你们家老爷子有什么区别呀？你还总说安心是一个脾气特别倔的人，他脾气这么倔，你都敢这么做，我也是服气的呀。我本意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家老爷子，他本意也一定是好的。 安心，你要找的人最近在避暑村出没，这是他的地址，聂远镇避暑村188号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支付宝。好的。哥，我找到雨果了，现在要去趟避暑村，晚上不用来接我了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